某人说，我做的鸡胸肉从来没让他失望过。切好的鸡胸肉先腌制一下，再来调个料汁，配方在屏幕上了。土豆煎到表面焦黄酥脆，鸡胸肉煎至变色，再加点洋葱，淋上料汁。盖上盖子先焖着，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。糖和茶叶小火慢炒，炒到糖完全融化，接着倒入开水和牛奶。煮西米的时候加点红糖，煮出来就更像珍珠了。西米打底，倒入奶茶。鸡胸肉也焖好啦，撒上白芝麻。看看这料汁，不拿来拌饭，这不是浪费了吗？每一粒米饭上面都裹满了酱汁，还有一点也不柴的鸡胸肉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